悟空，说了多少遍，左手要抬起来一点。我们是专业取经团队，出场没有一个牌面，以后去到阿三的地方会被人笑的。师父，我觉着我们用这个姿势出场才会被人笑啊。是啊，师父，我们要不然换这个姿势。哼，你们居然敢质疑为师的眼光，对着视频练习，练不好你们知道后果了。师父，我们在这里练了好几天了，也该走走剧情了。这里应该就是流沙河可以收一个叫沙和尚的了。那和尚没啥用，不收也罢，赶时间我们直接跳剧情吧。师父，那和尚也是关系户，观音娘娘安排的，不收过不了河，走不了剧情啊。那为师直接把河炸平不就可以过了？师父，多一个人，我们就可以解锁更多姿势了哟。悟空，你说话不要那么有歧义好不好？为师可是正人君子。不过有点道理，那就收了吧，这局为师就不出手了，你们两个搞定吧。前面几个奇葩要想过河，规矩很简单，除非单挑赢了我。哼，你没看到我这身皮肤吗？每个国服都配不上，居然敢找我单挑。你不知道我游戏的名称叫单手五杀王。哪来那么多废话，赶紧上号。可恶，再来。 2000 years later， 继续。猴哥，你已经连续输了五天五夜，总共输了1000盘了。一边去，别影响老孙我发挥。嘿嘿，死猴子，就你这技术，这辈子都别想过河了。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，为师当得很不耐烦了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头可掉，血可流，规矩不能破呀。好吧，为师也不想每集都打转地球，那就单挑游戏吧。和尚，你这是开挂，我要举报你。哪来那么多废话，你是要跟为师去西天，还是为师现在就送你上西天？我是沙和尚，想让我带飞上分，记得点赞哟。